每次停水啊，那那么多岛嘞。好，来第五站。今天距离才3公里。这里啊。有，就是柯子林山东峰嘛。金明山是柯子林山东峰。你讲地图没？对，地图没有。以前上迷津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。以前这个是人家种东西的遗产，现在大家都知道，以前不知道。来。其实这边可能比较热，但是没地方玩。